本节目由福泉健保冠名赞助。简单食材，营养搭配，快手煮出健康好味道，三分钟开饭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国荣，何帅。我是 Kiki， 今天三分钟开饭，给大家介绍一道鲜又亮冬菇。新鲜冬菇是低热量、高蛋白、高纤维的食物，容易被人体吸收消化。冬菇含有大量优质氨基酸，摄取后可以促进体内的胆固醇排泄，实属养生佳品。我们需要的食材有绞猪肉、新鲜冬菇、葱花、生粉、生抽、盐。首先我们把这个菇的这个蒂拔掉就可以了，对，就这样，非常简单，咔嚓拔掉，咔嚓。好，然后我们呢，这个猪肉呢，我们已经用那个生粉跟那个盐呢、已经就是腌过的了，大家只需要把它铺在这个冬菇上面呢就可以。但是我们的诀窍呢，就是一定要铺得薄，不然呢就比较难熟，它蒸出来呢会有微微的一点鼓起来这样子，然后呢就像一个荷包那样子。所以这道菜呢，就算是节日啊，我们在家做也是非常好的。而且呢，老人家呢常常吃一点冬菇啦，因为我们老人家的那个新陈代谢会没有以前那么快，用它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呢促进了新陈代谢啊，还有呢帮助那个胆固醇的排泄，这个是非常有用的。那么盐呢？葱花呢？都已经包含在这个猪肉里面了。那个葱花呢，我们可以现在撒一点点。OK。它自自然然呢，你蒸好那个冬菇呢，就可以出那个冬菇的汁水，是非常的鲜嫩的，不需要额外的调料，也是非常的鲜美，非常适合老人家和小朋友试一下这个菜。你也想试试今天这道菜吗？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，也可以打电话到中天中旺参加抽奖，赢得杨咪咪为你准备的20份食材的大礼包哦！哇，小心小心，可以吗？1、2、3，呜呜啊 ！OK， 哇，大家看到吗？是真的热气腾腾，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真的是非常的高。然后呢，我们刚刚的那些冬菇的汁水现在都已经全部出来了。各位朋友，喜欢这道菜吗？欢迎每周五同一个时间收看三分钟开饭，赢食材送好看。赶快拿出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，也可以打电话到中天中旺参加 Yummy Meal 提供的20份食材包大抽奖。安心宝零烦恼，福泉健保提醒您，65岁生日前3个月，记得去社安局办理您的红蓝卡以及额外的医疗保险。福泉健保为长者提供零保费计划，更包含中药、针灸、处方药、零门诊费、牙齿、眼睛、听力等全套福利，欢迎洽询。本节目由福泉健保冠名赞助。